快来感受一下人家轮番快乐崇拜，还有411天团伴舞。忘记了西林的七个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七个我来，展开出建立更快乐的时代。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七零八零九零还是现代？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就是自己找，也可以找不到，背也会背不好，放松。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？我拿着我那个麦克风，唱着 Old School Show Yo Ready to Boom。七零的年代，复古的 High， Beats of Fly， 上面背着空白。只有放放放，可三的酷，男的女的老实说，我们穿着喇叭裤，要爆炸头子王。左右摇摆，上台一直神功。黑白的事可能无法感受，但相信你们可以无数黑色幽默。忘了你存在。跟我来，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，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，美丽而深深的心。到了八零年代要喊什么 ？Big boys, big girls, I make some noise。紧裤的紧身的秀出你的身材，有人露出尖牙，千万不要惊讶，谁还正在发芽，比笨糖的假牙。Lucky puppy, we didn't see you, no stop it， 跟我一起上快乐崇拜。虽然快乐像个病毒，病毒会传染。九零年我们带着千禧年，趴着电子音乐疯狂完整夜。Hip hop for life， 三十二 ，Make ready， 手里喊着 What's up， 管你是不是真的派的天才，扬起你的嘴角，跟我快乐崇拜。存在，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期待。了心灵的情跟我来，现在的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情跟我来，现在这个匆忙时代，虽然少时间，但却有必要懈怠。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，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去疾风。要放松的节奏，看你放松的互动，看你放松的感受，看你放松的创作。要我怎么再说 ？Baby be my pro， 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着快乐的歌。忘了你存在，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期待。忘了你要期待。的失恋的情跟我来，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，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，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。